我穿正高腰还有落地哦。正高腰我还有落地，跟168公分呢哈。然后啊，就是整个就是我的深色就是牛仔原色的感觉，然后它就是在裤脚地方做到明线的收边，其他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极简，非常的利落，然后松紧腰，然后两侧口袋，屁股后面也有口，屁股后面也有口袋，长度很够的，很够啊。这件非常，这件真的不用花千元买那种韩国的落。才够长的落地裤，如果你一直在寻觅落地裤的，直接加二凑免运去结单，都是牛仔棉，跟一般的那种就是韩国那种就是这韩国的牛仔裤啊，相较起来，他们真的是偏软偏薄，非常的舒服，好穿，非常舒服好穿，然后也是让你双腿没有任何的束缚，也不会有腿型什么小腿肚会不会卡什么什么的都不会有。然后裤裆都够长，所以我高个才能穿到肚脐的位置，都不会卡裆，然后也不会下滑。这边裤管的分量感够，所以你们这样子，就是这些蹲坐的姿势啊，这边都不会勒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裤型也很顺，很好看。